主料：鲜虾2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蒜末、鸡精、酱油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将大虾洗净，去小蟹，用盐、鸡精拌匀，腌制10分钟。将大虾摆盘，大蒜去皮，切碎，将蒜末撒在大虾上，加入适量的酱油，入锅蒸8分钟就可以。烹饪技巧：大虾是新鲜的，蒸的时间在7-8分钟即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